万圣节，一个台湾人也疯的节日，但我们疯的不是不给糖就捣蛋，而是大玩变装创意，从小孩、大人，甚至到社群贴文。在这样一个全民疯扮装的节日里，麦当劳薯条如何抢占话题？答案是麦当劳薯条体。我们让麦当劳薯条扮成字体，成为所有人展现创意的最佳素材。细长的外形笔画搭配不可或缺的番茄酱点缀，26个英文字母，40个数字和标点符号，恐怖中又带点迷人可爱的魅力。透过贴文展演薯条体的万用性，更开放所有人免费下载使用。网友们纷纷大展创意，麦当劳薯条更与其他品牌的贴文玩了起来，甚至连品牌 logo 都被翻玩。我们成功让整个社群新闻媒体充满了麦当劳薯条体。这个万圣节，我们只靠一套字体掌握大量且免费的社群媒体曝光，这样的滋味真好。